你作为一个造谣的自媒体，看到他说马蓉的话，觉得真不冤。9月15号，李新如工作室转发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社交内容。该律师事务所放出2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显示，该事务所已经开始代理林心如被网友名誉出权与造谣的事件，警告造谣网友及时收敛。而同时，这家律师事务所已经代理林心如起诉了娱乐圈慈禧这个社交账号的所有人。第二张图片才是海淀法院的立案收费根据。林心如方面认为，娱乐圈慈禧的部分言论涉及名誉侵权，是典型的造谣行为。而这个账号在15号晚间立马宣布向林心如道歉，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然而，这个账号的所有者宣称自己的言论已经够得上法律制裁，试图趁早道歉了事。他到底说了林心如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这个账号的前排内容中还有对马蓉、宋哲等人的谩骂言辞，意图更是极尽夸张，将马蓉和宋哲的头像 PS 到两条黄色犬类身上。从这一风格来看，娱乐圈慈禧确实不值得同情。马蓉、宋哲必有法律管辖，别人没有权利 PS 人家的照片并进行侮辱，这是基本常识。而林心如的这次状告也算狠狠地给这个慈禧上了一课。不过，娱乐圈慈禧的丑态并不能掩盖林心如需要回答的实际问题。在早些时候，周杰回应蔷薇谣言，质问林心如为何不在片场立即提出，为何过后到台湾的综艺节目中乱讲。这些质问都是掷地有声的。作为新闻当事人，不因林心如起诉了一个自媒体就能回避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虎前行气场十足，外套滑落，露出香肩，十分性感。杨幂穿着高跟鞋在走电梯时将手放在工作人员肩膀上，避免站立不稳。行走过程中，杨幂也和工作人员挽手，十分亲密。9月14号，在2018年纽约春夏时装周上，杨幂回答记者提问，反季穿衣服冷不冷，热不热，杨幂傲娇回应，机场都有空调嘛，大夏天的时候有些室内简直冷到令人发指，不用担心我冷或者热的问题，并反怼网友，我妈都没有担心我。对于大幂幂直来直去的性格，有网友表示完全 OK， 不会玻璃心，哈哈哈，我算是看明白了，杨幂这性格666是我喜欢的，真实小矫情小傲娇，幂幂真的很特别，可以的，这很杨幂。9月14号，杨幂在微博晒出一张与赵又廷的合影，还配文称，阿华华好久不见了，你看起来笑得好开心哦，一点都不肿。照片中，杨幂一手拿着手机自拍，另一只手对着镜头比微卖萌。与以往不露全脸的自拍相比，这次杨幂终于露出正脸自拍了，而赵又廷则露出标志性微笑，帅气十足。